开始，在看讲义啊，第十五页十分三智者。刚刚讲到这，可能你们应该可以听得懂了，因为毕竟很多菩萨都是这段时间来一直啊，都已经不断大家在这样听啊，在这边研究，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根本都是一体的涌现啊，绝对是一体的涌现。因为行者若是真正知道原来这三智也是一体的涌现，所以他会在现前的加行智里面，他不失正体智。因为加行智他不失正体智，他将来必定渐渐能够什么正得后得智啊，一定能够正得后得智。所以这里面他就会在三智之中明相朗然。行者虽然以现在的智慧跟这个资质虽然作用之中还不能够完全，但是道理已经形象了，都已经明明白白啊，他这样才能够感觉到下手以后心中就不会起疑问啊，不会起疑问，那就不会在这一些相中就根本搞不清楚，以为是妄分的，都是个体啊，三智都是个别而现啊，不会这样子妄分妄说见次。就刚刚讲到这个怎么是在一多无二，一多无碍啊，爱就障碍的爱，是吧？一即是多，多即一，这是根本的，就是一中就是能现多，因为它是一物，所以它能现多。这个道理可能你们慢慢都已经能体会了，因为心中一物，那个一是什么？它不堕在任何的限量上面，不堕在任何的妄执上面的，那个一是全然，那叫大一。要写错了，不要大学的大一，好，要解释错，那是大一。大相无形的大义，所以他当然就能够随缘，能够现一切相，那叫做多。所以在一即是多，叫一即是多。他不是在一之后有个多，叫一之后能够多，也不是多后有个一，在多他为什么能多？所以众生之间多好像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不是自己。所以龙师觉得好像这个多我能包容了，所以在眼前有些种种的感受我能包容，表示我跟多好像合在一起了。这里还是把什么？把所现在大觉心性所现的一切内外二法，你根本什么？还是判成真判为二了。外境显现的一切多，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大觉心性。你知道在一是多时，那多就是即是一，多当前是一。为什么？他为什么能够普容如是这么多？因为他性一故，自性是一。就好像常常讲那个空一样，跟那个无字是一样。他为什么能够说空呢？因为他能够容纳一切多。为什么能够容纳一切万法跟万有呢？因为其性必空，在那个空中他非种种法故说空，所以他能够入一切种种法而不失其性故说一。所以讲一就是讲他的空，说空就知道他的一，这才是真正知道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即是这两个字千万你不要解释错了，你还是在潜在的骨子里面还把它当成二，那你怎么讲都错。所以有的人就是怎么九教合一、几教合一，那都是妄说，全然都是妄说。为什么讲妄说？就好像刚刚我们常常用镜子跟镜色做比喻啊，你就算把所有的一切镜色合在一起，它也不是镜体啊，合色非镜啊。你把一切镜色合在一起干什么？谁叫你把镜色合在一起去找镜子嘛？就是我就跟这些黑跟白就把它都融在一起，
合色非金，谁要你合色呢？你合色，我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还是什么？你还是根本不认它是净色嘛？你认它是净色，你只要它知道它是净色，它不就都是镜子吗？所以讲到合色之时，其实啊，你根本虽然嘴巴讲的是我合的是净色，其实你心中骨子里面根本就不认它是净色。什么叫认它是净色？既然给知道它的名字叫净色，那一切色中就知道是净，才叫净色。嘴巴讲净色，不认它是净，那怎么叫净色呢？只要知道一切色是净，那认它千变万化，心中本来是一，所以这个一中它能够现一切多。何必一定要灭掉它的根本的千变万化？何必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毁掉了它在千变万化中的种种所现的种种差别的殊胜？差别也是尽性的殊胜啊，现清是清，现黄是黄，那也是尽性的殊胜啊，本来面目。你何必一定要毁掉了这种在变化中的殊胜？只怕你不知道是尽。知道是净，你何必要合色说净呢？把色合在一起，是它是净呢？所以你就知道九教几教合在一起多虚妄多无聊，这个根本就是不通决心。只要出梦，何必在这边说合不合？好，只要出梦的人根本不入一切幻法，所以我常说，真正离梦的人呢，他根本不堕在梦室里中，所以他也不可能随一切世间恶法染浊嘛，连造作心都不可得嘛，因为他根本不堕在梦室里中。因为不堕梦室里，所以他才能够什么明辨一切众生的梦境，所以他才能够什么？他才能够去入一切众生梦境之中，拔济一切众生嘛。我讲的这个，你比方说，哎呀，自然法人讲的又是天方夜谭了，入一切众生梦境。我说你活的都是梦境，我不是等你睡觉的时候再到你梦中去啊。你不用睡觉的时候，他就知道如何解析你这个梦心梦体如幻如梦的种种妄想造作，他都懂得你如何为你剖析，所以他能够随你的业缘，他感觉你的一言行之中就能够感觉到你堕在梦境之中的业感势力。直梦中的夜感实力，所以有时候讲话，他有众生言语，一讲话你就认为说讲玄讲妙，多在住入一切众生梦境。好，行，我今天晚上睡觉，等你来，对吧？你等我来啊，就算等我来，我也不可能入到你梦里，我在你在旁边一棒把你打醒。等我来，要是站在你旁边不讲话的话，你不小心眼睛一睁开，会把宝贝给我吓死。不用等我来哈，我不，所以众生语言说入一切梦境。当然，你要是说将来是大菩萨，他可以陷入一切众生心水中，在做梦之中都能感受到那种清醒。但那种大菩萨，你千万不要一听到说"哎呀，你将来成为大菩萨了"。法界之中本来就是什么？这些诸佛跟菩萨的作用本来不是，就好像在所有一切世间之中，本来的良知良能，它本来就不是。纵然世间人都是恶行人呢，在恶行的恶贯满盈时，心中会起恐惧感。那恐惧都从哪里来？就是从潜在意识的良知、良能来。他为什么不是？因为众生心性本来非善非恶，不过堕在妄想执着故，就堕在种种善恶分别，从善恶分别里面，所以随种种执着以后，就堕入恶法。因为他非善非恶，所以将来在恶贯满盈时，心中呢就会感觉什么？还感觉到恐惧干什么？他能处理。假如他是真正是众生的业感是真正是善，他真正是恶，他就不能够变了。众生为什么会在善恶之中，他那样不断的随因缘故才起轮回性？就是因为根本自性之中非善非恶，但是众生却在觉性之前堕在种种妄想之中起轮回故，所以他能够忽善忽恶。所以他会变得忽善忽恶，随善恶流转。所以善的人有的时候他执着这种善的感觉，将来到了某一个恶业现前，或者种种心里面的妄想之，因为从妄想之中啊，他就会起种种其他的妄想业。等到妄想业中起种种变化时，觉得受到了一些刺激，受到一些逆向的一些对待，他搞不好就开始心生恶念。原来我这一生行善没有作用嘛，没什么好处嘛。于是乎起种种恶念。
所以恶念又生。等到造恶，恶到最后恶贯满盈时，又觉得什么心生悔改，因为受尽痛苦了，心生悔改。为什么受尽痛苦？因为自己造恶时，你不但施暴于人，你还施自己心中的气愤，将来就在这个气愤之中感召世界。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施暴于人，但是心中就还施自己啊，这跟你修行人是一样的。你虽然在家行至上去起心，但你还施的是正体之，所以内外二法其实就是一，将来当然要受报。既然受报时，所以就觉得心中痛苦了。心中痛苦的时候，他就有回头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回头？因为他根本本性之中非善非恶，不过他是多在执着之中随善随恶而流转过。既然如此，才能够有回头处。只是这样的回头永远不见到自己本体，他还是什么，都是流浪人。你要是真正证到自己本来面目的，他是根本发心，从今生以后，我根本不堕在众生世间中的善善恶恶妄想分别，直指如是心体的人，就像刚刚师父一上来讲的这样的，你不要怀疑佛门中讲直指如实心体，那世间智慧都不要有了吗？谁讲世间智慧不要有？你真的证得心体的时候，世间智慧你才会知道原来是什么。一切既然是万法唯心，证得如是心时，世间智慧才能够立明。你不证如是心时，你讲那个世间智慧，那都是妄见，那都是邪取。你说世子来讲这句话有道理吗？当然有，不是之前就讲了譬喻了吗？你只要证得是镜子的时候，你真正找到镜体时，镜子每天照色，而且黑来现黑，白来现白。你只要住在镜体，黑白怎么变现清清楚楚，但你又不堕，那是正智。那世间变黑变白就叫世间智慧，它有少一分吗？一分不缺。可你不去直指镜体，你在那边说世间智慧有什么意思呢？说现黑现白，那每一个现黑现白的时候，你都不去证得直指镜体，那现黑现白就是什么？就是你堕落处。唯有佛门，因为它是有大教，所以中间讲的清清楚楚，所以敢如是为你直指本来面目，直指正体，所以他根本在体中，他又不会失去将来的所有一切智慧，所以他才能回头。所以行者就是跟什么这样子的行者，就跟一般的世间的所以向善向恶就不一样。世间人的说善说恶，将来必定有流转处，因为他在善善恶恶当下根本不认本体，不认本心，不认本来面目。出世间人向善，那就根本不一样的，他是站在本心上来讲，因为本心灵明故，根本不堕在梦世里中，他根本不会造恶，因为本心灵明故，他本来就随缘普照，他本来就能够利益人。所以我是一个出世间的行者，现在虽然还堕在世间法中的束缚里面，但我已经已然知道本来面目的道理，我已经诚信如是，这叫做最初入性门。所以我念念之间在善行时，我要告诉自己，我心中本来就能够呵护一切，如何今天见到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却不能知，不能够解，不能够利益，甚至于见到以后心中尚不起做任何利益想，我不是一昧于自心，自己断自己心中的光明吗？所以他就会去行善。这时候行善的时候，他不认为做有做想，因为他会在自己心中的光明中成就。所以这个人将来就算在行善之中再碰到种种逆缘现前，种种恶势力，种种一些反馈，他心中还是在想，我心中本来非一切法中，虽然如何遇到任何逆缘时，我却堕在逆缘之中，而失去了种种心中的所有一切本来可以利益的智慧，所以他也不会堕在任何逆缘之中而心生退去。这个人叫大善至善，因为这个人行善跟上次讲的持戒一样，念念之中什么？念念之中恒照本来面目。那完全不同啊，怎么会一样呢？所以谁说佛门世间宗教都是说善说恶，所以佛教跟一般宗教一样？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世间的一般宗教，你纵然就是感觉到一个团体里面，你说奇怪，到那个团体为什么那么快乐？因为那个团体叫做依他起，他是依持于他的。就好像皇帝里面那个所有的一些，在皇宫里面的这所有一切的臣子啦、奴仆啦，是依着皇帝的。
每天跟着皇帝快乐，他没有一点心中感要敢去越狱的，怕失去了这个快乐，假如说自己要造成一些不快乐的话，就会失去什么？他就会失去皇的这个不能蒙主这个隆恩，对吧？蒙主的恩宠，他就失去了恩宠。皇帝不叫做蒙主隆恩吗？失去了恩宠，所以他所有一切作用是依他情，在里面感觉到非常快乐，依他情。这所有的快乐你会发现居然都是依他，所以将来是在心里面什么根本不建立任何自心的智慧力量的。你今天因为必定是末法故，所以你会感觉到外道像这个依他时候很快乐的这种人的气氛多，因为只要去末法就表示什么，表示正法灭时，指一切世间的所有一切天魔所有来坏法都是什么，他就会在正法之中他护持的那种庄严相啊，他就败坏，他就能够在其他的一些支末之中，一些世间的邪教或者是不叫邪教，这偏教中啊，不是正教之中，他能够故意，他就会护持使他可相显庄严。他能够护持也表示当时末法这些众生的业力也是如此，所以你会感觉到在其他外道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一时显得很快乐，那是因为有摩天在那边主持。等到有一天摩天不持的时候，突然心中再也找不到这种快乐，他会发现这一生中所训练都是依他，既然是依他，等到突然有大恶或者恶缘现前的时候，心中就起大恐怖了。现在为什么会到依他的时候你还觉得快乐？因为你还有点福报，因为你毕竟跟这些外道这些邪教相应，你还有点这种福报才现的。你真正修行人都会知道，面对自己的时候，面对自己自心的过去的业力业感现前的时候，不是说你要起一个念头抗衡就抗衡得了，那业感如排山倒海，它根本就整个占据你的心境。那个时候虽然在行者心中啊，虽然还能够发出一点声音，知道那是过去所造的业，我要处理，但是全然心里面的身根地行为都已经被他左右了，所以他才知道那种恐怖啊。所以他才会真正知道，连依他居然可以得到快乐都不太可能的。要依他可能的话，世界人要多大烦恼的时候，多大大痛苦的时候，就去依他就快乐了。为什么有的人能，有的人就不能？有的人能是现在跟他有缘嘛，还有如是业报，不管是福是祸，都是有是业报。但是众生的福祸，众生的业报都是福祸交参的，交参在里面的。你依他起时会得到那一时候的快乐，好似是福，但是用这种福报却让你将来生生世世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心中的感觉，面真正去正视自己内心，所以你只能在依他之中去不断的沉迷在这种快乐里面，从来不敢去面对自心，那这就是祸。那将来生中突然是不再为人呢，要不小心堕在畜生，畜生就是造恶，那恶业用尽，将来再生为人都是苦难人啊！那时候的苦难人，那为什么会堕在妄想中呢？那因为堕在畜生嘛，自己不能够做主了，就一直作恶。然后等到再为人的时候，已经有恶业又现前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要用功，就是让你们自己往生的时候，走的时候就算没有明心见性，但是能做主的那个智慧要带着，自己能做主。那种力量，那种做主在哪里说？在精进中说，凡夫中的做主就在精进中见。去得了去不了西方，现在西安还不能谈。做什么做得了主，就心中有没有这个气氛，有没有向道的气氛？这个是你将来这种气氛绝对不是三途，就在人天。所以那是依他起的，那种环的气氛，那种感受是依他起的快乐。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佛门中没有呢？佛门中所有的教育都叫你面对自性，谁来会？除非你是一个真正想要了脱生死的人，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像这个密勒日巴啦，很多就像很多公案中，像藏传的公案，很多人他就会自然而然听所有一切师父的魔力。你不问师父开悟开悟？开不开悟，但行者已然有这个法心，将来开悟就是在这一念赤诚恳切的心里。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什么随便去教育他，你随你的愿他就愿意甘心去承受。
假如行者不发如是心，他也要知道是面对自心不能依他，所以就会有这种障碍。他知道不能依他，但自己又自心自力都还没有，你会发现他就会什么？他就算出家或者就算是在佛门叫做居士，他还在什么？还在逞自己的业障。所以你会发现两个环境为什么那么不同？因为到了那个环境，你自然而然全然都要依他，你就依赖于那种主的隆恩恩宠，你就要活在主的恩宠里面，你不敢败坏。那当下你在主的恩宠里面，就好像在皇宫蒙主隆恩，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长养的其实不是你真正自心的快乐，你长养是那种作为一个奴子的快乐，奴啊，做奴才的快乐，那是大智吗？所以有的人就会怀疑。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出家人或者是很多的在家修行人在佛门中找不到任何道理，自己也发不了心啊，他也不是一个精进办道的人啊，所以老是碰面对都是这些磨砺啊，彼此之间的磨砺，久而久之又碰到一些外道，他到了外教的环境里面觉得很快乐，觉得小居士居士在网络上棒斥佛法，不管在家出家，有的就变成牧师了，棒斥佛法干什么？这些人是根本不懂道理。所以现在我们要是真正这还在这末法修行人，若是不再深入一切佛法中的道理，你像看到这些 YouTube 上面这些影片呢，有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应答，只是在下面不断跟他吵架而已，有什么意思？你看他吵架就变不出什么样的道理来。那些你要真正知道道理，你也不可能在上面变。你不就在世间法善恶，你觉得对，他觉得他对，这样这样不知道，大家互相抵触有什么意思？所以还是劝大家多发心啊！既然是不管是佛门中的出家人，还是你们这些在家菩萨，你们将来都有可能出家的啊！假如将来不小心我有个道场以后，我就会一个一个逼迫啊，逼迫你们现出家相啊！那这，你一定要发心懂得道理啊！一定要发心，知道这个心是怎么样去慢慢去体会的，慢慢入观的。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懂得道理以后，怎么样开始念念之间，哪怕是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中都不能够有那种委屈想。你要知道这句佛号就是什么，就是圣的名号，它一定能够潜移默化。所以我至诚恳切。就好像一个人去大山大水一样，他至诚恳切，山水的力量加倍于我。加倍的意思，佛门之中讲到这些名相，要是一个正常发心的人，这些名相本来不是障碍。加倍是什么？我已经心中想要成就山水的气氛了，所以我恳切，我至诚恳切，希望山水加倍于我。这种心中啊，只能什么？它只会加快这个行者的智慧现前。这种加倍他不是委屈相，但他也绝对不是贡高相，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所以希望一切世间的力量加倍于他。但这个加倍之中完全不是依赖相，他是自心想要投入，想要成就相，这个加倍没有障碍啊。那你要是在一个根本不发心，那个加倍都是障碍啊，你自己不要修了，别人加倍你就好了。就算你想修的话，也是想要说呢，委委屈屈的别人加倍你才有修，你修的是那种就是好像刚刚讲的那些外道奴子之心，那也成就不了。所以他会在这句佛号里面至诚恳切，希望诸佛加倍。但是因为他知道这句佛号就是什么，你念这句佛号的目的就是念念之间反观自心嘛，所以在这个气氛上我现在都还是凡夫，所以希望这句佛号它能够庄严弟子这个心中的发心，它能够激励弟子心中每一天的念头，所以希望这个佛号他懂得一定要先融入在这个佛号的气氛里，他才会有这个发心。但是他在心中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他知道也知道就是在念念在这句佛号里面参的就是什么，就是直接提领的，直接指的是自己大觉心性，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念之间，在一切起心动念里面，就要看到觉性的无量光，在一切所有一切作用上面，都要看着无量寿。哪怕是这一句念佛时，南无阿弥陀佛，这都是觉体，就是无量光、无量寿。
但是毕竟现在心智还少，所以希望这句佛号加倍，同时也就在这个加倍之中，念念就在观这句佛号，就是反观大觉心体，这是真念佛。所以你看到净土宗的祖师讲了很多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庄严净土宗门，这不可思议处。所以依据佛号的不可思议处，依据圣人的名字讲到为什么会庄严，只要你至诚恳切念时，它就能够潜移默化。但这种提携虽然它是一切法门，它比较殊胜，因为圣人的名号里面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你要听懂祖师讲的潜移默化是什么意思？潜移默化就是它能够转回你的凡心，能够起一个行者的智慧，念念之间观如实的圣智。所以宗门这个净土宗的祖师，他也最后发现什么？原来弥陀念弥陀，甚至于还知道一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这都不是都是在圣智中观的吗？所以这里面就要把依据弥陀、依据佛号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它不是像一般人那种断灭讲，你只要一句佛号就行了，其他都不要知道啊。你只要一句佛号，希望诸佛来加倍你，你干什么？你要讲错了，都是毒药。因为众生的心智，本来这句佛号是你只要至诚恳切念，它一定会潜移默化。但众生带的业感不同啊，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念佛的地方，你去看看那些老菩萨跟那些法师们跟你讲什么。哎呀，阿弥陀佛好慈悲啊，昨天天就来接引我了，阿弥陀佛赶快来吧，我现在很苦啊，什么阿弥陀佛昨天又看到了怎么样，你看到那种可怜相，那是因为念一句阿弥陀佛以后，经过几年三五年或者将近十年以后，那种心境的豁达吗？就是这种可怜相，所以才会有人念佛念十年以后还会到别的外道去的。这就是最初念佛时不是老实念。为什么不是老实念？他不是一个行者的心态去念的。什么叫做行者？行者就叫做学者。学者的心态是什么？做自身成就想，他没有半点委屈那种依赖想的，那叫行者跟学者。所以要是这种前资粮位啊，南传呢跟其他的法门里面，他对这个行者的资粮位啊讲得非常清楚。前面资粮位里面都没有说在学前跟你教育好，后面叫你所学，那都起障碍。假如都把这种声音带入将来，将来渐渐经也不读了，道理也不通了，就这句佛号，然后全是这种声音，那真正就到了什么？到了天上打出南无阿弥陀佛，也没有人懂得是什么道理。因为就算现出这么大的字在虚空之中，他也呼唤不了众生心了。因为你看到那么大的字，庞然大字的时候，心里只想说：“哎，有力量来巴结我了。”跟你的心根本没有关系。越看到殊胜的相时，你反而越柔弱了你的自心，甘心为奴。你怎么会是佛法？佛法是一觉应觉才叫做佛法，拿觉来应觉才叫佛法。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就要告诉你啊，看讲义。为达诚信空无之理，前面都已经讲了很多诚信的空无之理。因为诚信就是什么？诚就是所有一切万法之始，万法之所成处，成就处是诚。众生迷失时他是诚，众生开悟以后诚当下就是什么？根本就是大觉性体所成就处。因为它是随缘故，所以诚的名字一样不变，不改其名。它是缘起相，所以如诚。但是跟你过去堕落时讲的那个尘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你那个尘是什么呢？你那个尘是随缘不断在那边不断的染浊相，那是尘。你把染浊以为尘，现在是讲的缘起，它本来就是漂浮的，缘起就是漂浮相，所以它也是尘。所以一个行者要是真正要是参照自己决心的时候，慢慢对这个尘字的解释都跟你过去不同。过去讲的尘是负担，是负累，现在讲的尘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所有一切随缘的担当相，所以他能够入一切尘世，敢担当一切尘世。所以既然是尘世，根本就是一切万法之始。那尘是什么性？尘非种种性。你不能为什么性故它现什么尘，就好像常常讲的镜子，它非黑故非白故，虽然现黑现白，镜子非黑非白。
所以他能够现出尘来时，他你会发现尘性也是什么？尘性它也是非种种相，它才能够现出种种随缘的尘相、尘性啊。这里面可能就要讲到我以前常常讲的譬喻，所以以前讲的譬喻的时候，虽然不像现在稍微比较理路通一点，但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就这样讲过：境有境性，境性现色的时候，虽然全色还是境性所现，但是现色的时候，你还要明白一些色性。色性也是一样，为什么色性是一？因为它是净性所起嘛，净性变得叫做不是净性之后再起一个色性，而是全部净性做了色性。既然净性是一，所以到了色性也不可能是二了。所以它现出尘时，那尘性还是一样。为什么尘性是一？因为觉心是一样，觉心现前叫做尘呢。所以尘要现出种种的，尘要现出作用来时，它能现出种种尘时，它你要知道它的尘性也是一样。什么叫做一？空无是一。为什么叫空无？它非种种法，它非黑才有尘，非因为白故才有尘。假如它因黑所有尘的话，那它就不能现白了。它因白才有尘，它就不能现黑了。你会发现它非种种法，非种种相，所以尘性它才能够随什么？随缘现种种尘。这个道理懂了，道理懂了，你要会回头，会回光返照。这个尘性就是念头，念头起处，你要随逐的时候，在缘起当下是尘，现在随逐还是尘。你认为你是谁吗？你认为你是烦恼，你是快乐，你是什么喜怒哀乐？为自己不断的立种种妄想名字吗？就连自己妄想说我现在快乐，我现在那还是尘呢？你就会慢慢发现，每个念头之中，它非种种相啊，它才能够随缘现种种相。这个就是上一堂课讲的，不是这今天的上一堂课，就是去这个礼拜六讲的。你从肉眼之中，你看到缘起相了，你开了法眼了，就最初见到法了，知道这缘起了，所以知道尘性，你在念头之中都能够观念头非一。你刚开始就观，当然是很难哦。很难是在哪里呢？因为你过去习气太重了。习气是什么意思？就是业力啊。所以有的人说，那佛门中常讲业力，业力就是你不断这样造作，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浓厚的习惯性，将来就变成你的一切做就作用现前时，不假他想，马上就这样做，不就是业力吗？自己做来的业力吗？惯性如此，你就会马上就这样错认。所以刚开始势力太强了，你当然回头当然很难了。现在就叫你反熏嘛，不断的反熏。所以常常讲说数门，你要用得上反熏。你总有一天，你要相信总有一天数得清楚的。我现在虽然都还没数太清楚，可是这么多年来，因为还有很多烦恼，一天到晚还有妄想什么，想要带大家送华严经，弄个道场什么，还有妄想，所以还会多生很多烦恼，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了，就到处的。所以已经这20年的出家，几乎这种情绪可能霸占我十几年，剩下那几年，可能不到一两年，那才真正这20年的把它挑出来，那才用功，可能不到一两年，其他都在打妄想。但是这一两年之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自己这样子数将来心中不正德，因为自己知道决心，已经懂得道理，决心是什么，我诚信这个道理。也诚信这个业力是怎么来的，知道它是怎么缘起，虽然还没有证得，但我已经知道，已经明白。因为在看一些古德的道理或古德的开始跟诸经文中讲的道，我相信诸佛所说真实语，我相信祖师所说真实语，我也绝对相信心是灵敏的。你只要不断这样子不断的反熏，总有一天他什么，他能够诚信，他就会不是过去的那种感，它不是过去凡夫的那种业力，它会住在现在的行者的这种发心上来，那种气质上来。因为你也可以细数现在的业感是怎么变成的嘛，现在的业感不就是你这样子错误熏习来的吗？所以熏习到最后，你认为我就是这样子，不都是熏习来的吗？既然你知道都是熏习来的，你当然相信回头反熏。我不会怀疑，所以才会慢慢体会一点道理。不会怀疑，所以在有一些念头啊，念只要是比较势力小一点的，
我都还可以看到心中的空间，看到缘起浮动，看感觉上就是可以感觉到好像类似古德讲的，所以看着他起，看着他灭。那就是势力小一点的，势力大的那就不是，我觉得跟着他起，跟着他灭了，对吧？势力小一点的话，那所以有的时候叫灵光乍现。这里就要讲到，有的人修行，譬如说念佛，譬如参话头，他会怀疑，那我参到什么呢？参到念到佛来接我，参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发下心去深入的关系，所以老是就因为没有发心，或者是道理不明，或者是根本就在这个念佛，或者是持这个话头时，不管参种种法门，不管是持咒了干什么，心里供高，偏听也不，别人讲法也不听。古德的开示也不看，喜欢看一些现代的著作，怎么叫你说当下就能够怎么样？很多类似的，所以他在这一生中用尽心力，他找不到东西啊，所以他就会怀疑，那就这样练到什么程度？练到念佛，练到将来往生去西方？我现在才二三十岁啊，我练到哪一年啊？我天天就在那边等着等死啊，所以才讲说佛门念佛就在等死啊。等着那个死亡现前呢，参话头参到什么？参话头是一天到晚参到一些幻想现前，参到这人都会，别人就觉得说你就已经变成神经病了，说不要执着了，干什么了？本来是还好好好的一个人，最后不执着，什么都来，本来还吃素了，是不是什么都吃，甚至什么都敢生吃，看到狗就咬一口。跟狗讲，你不要老是以为只有狗咬人哦。有一天可能我也会咬你，这是我跟胖妹讲的。对，什么都敢做了，不要执着。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不懂道理，心里面没有真正这样去。真正内心中要真正发心这样去做的话，事实上在你的过程中啊，虽然这只是灵光乍现，但都会有这种法喜，一步一步的法喜会让你知道在念什么。你念佛念到有一种法喜时，你会发现原来你找到是自己的根本觉明心地，所以你更喜欢念佛。找到自己的觉明心地，其实等要去等死，念念之间都应该要回头照见自己本来面目。就怕到死之前没照见，所以他不是等死。那跟那个根本不知道道理的那边等死念佛，就等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对，阿弥陀佛要现前了，对吧？等到我死以后，大家你看我好庄严了，但我死以后都不知道，他们看到我很庄严了，但我不知道，都开始怀疑了，一大堆疑问现前。那我现在开始念，那人家六七十岁开始念，那等死还有道理。我现在20岁，你叫我开始等死了。这些言辞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辞？这些曲解是因为根本没有如实，就是不懂道理，又没有如实发心嘛，没有精进办道，所以一点法喜，一点他心中的着住都没有，那就可怜。但你真正只要发心，懂了道理去参，等那真正发了愿心，一定会有法喜。像我这么业障这么深重的人，都还能够。多多少少，这个在我最走投无路时，心中觉得苦渴疑闷时，突然就会给我一些心里面一些体会，让我突然发现啊，又会让我自己老老实实。因为什么？因为从头修行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世间那些怪力乱神，从头开始我就相信都是自身能成就，所以理一切诸佛名时，我就刚刚讲那个加倍，我都不是像那委委屈屈的加倍。我也知道我现在是没有啊，我希望诸佛加倍我，但是我绝对不会证一个委委屈屈的菩提，我一定将来一定要证得诸佛菩萨，所有一切法性，一切智慧。所以不成就一切诸佛菩萨发心智慧，就是不证菩提，不叫菩提。所以有些潜在意识的观念，你要导正。所以你礼佛拜佛，能理所理，性空寂，我此道场如地珠，你不要观错了。所以你不讲话，你就性空寂了，能理所理啊，能理都没有，现在我也没有，你就不要拜了，什么没有干嘛？有，怎么会没有了？讲到能理所理，性空寂，你要告诉自己，那你现在怎么还坐在这里有上呢？
所谓的空虚，它能够骗一切法，你怎么还堕在这种区这种限量的种种心中的心态中呢？限量就是我有我执、我爱、我所，就是限量，你怎么还堕在限量中呢？空是它能容一切法的，能理所理的心，当大觉心，你能理的是大觉，你所理的当下能觉得所理的还是大觉，本来他那心中他本来都包容一切量。那今天为什么你在这里理？因为心中就是限量，你就是有这种业感，怎么能幻想？你不能幻想出了性空寂，就不想自己想进去了。你要知道空寂，所以你才会在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心中的我执、我想、我受里面才能够起惭愧心嘛。这个东西有，病还在。空寂是要告诉你本来面目，因为懂了本来面目以后，它就好像中医治病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叫做本来面目，所以你就知道你病在哪里。不是叫你观性空寂，你观性空寂干什么？要深入空寂的义理，然后发现现在所有的一切的业病，那才叫能理所理性空寂。那这种观性空寂的人，他念念之间行者惭愧于自己现在每一个起心动念的业病。假如你不是真正如实这样的观的话，他就会堕在性空寂嘛，观个空寂，一天到晚观空寂干嘛？所以光你这样子讲的话，让很多外道都认为佛门中都在讲空空空，空到最后性空寂，你能够把自己想空吗？你把自己想空的那个想不是还是有吗？常爪范智说我一法不受，不是还堕吗？所以那都是不懂道理。所以诚信本来空无，你要知道性中本来空无，所以这里面要明明白白道理，知道道理叫抉择邪正啊。看讲义，抉择邪正，邪是叫什么叫做邪？暧昧、歪曲，就叫学邪。暧昧，一个门里面一个声音的音啊，暧昧，门，大门的门，里面一个声音的音。暧昧，啊，歪就是不正啊，不正叫暧昧歪曲。歪曲啊，他这个不会出来啊。歪曲，歪就是不正啊，歪曲，暧昧歪曲就叫做邪。什么叫做暧昧歪曲？所以我讲过说，用到世间文字，只是让什么，让行者这样不断的，马上就能够在内心之中提领你的发心跟道理的。你千万不要死在文字上，要死在文字上，那就不叫做能明白世间文字。暗就是什么？背离于觉就叫做暗。昧就是什么？从此以后甘心受染，所以太阳现在到了末梢了，到了胃了，往下堕了，胃就是开始往下堕时了。五啊，五是正中，胃时就是往下堕，太阳开始往下泄了，所以水染开始往下水染，就是昧。在大觉，这所有的字都要在觉体中参，根本就是什么离偏离于大觉，就叫做歪。从此以后，在这个上面，既然离觉以后，在这边不断的唤起势力，就叫做取。那都是邪。那诚信空无，刚刚讲的都是性啊。那怎么样去参这个邪呢？你看你现在所有的一些行者的发心里面，是不是念念之间，你还是跟着眼前的感受走，那就是暧昧。你还在眼前的感受之的营造里面变化里面再说种种法，那就叫做歪曲。你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智慧，你不要说你在这边能够体会什么样正当的善的道理，你只要弹药归家。我说将来会起种种，在归家以后你真正找到决心，将来一定能够起一些入尘的智慧，那叫厚德智。厚德智是什么意思？所以古人早就帮你写你名字，早就把你排得好好的，你不认本体，那不得不到如是智，所以叫厚德。你认了本体，从体中流露的就叫厚德。已经告诉你一定会有厚德智，只要但知道是体，但照明于体，一定会有如是智。但现在你要是根本不去认体，在上面不断的搅扰，那都不是，那都叫歪曲。
所以你只要一路归家，只要你一路归家，为什么叫你一路归家？这个道理你也懂了，不是说不跟你讲道理。要是说不跟你讲道理，有的人他愿意听你的话，他一路归家我就会了。有的人他因为他还有过去的一些事志，所以他一定要辨明一些道理，心中没有疑惑，他才肯一路归家。所以这个道理你也要讲得出来。所以我说大教一定是圆说，他应机施教的，你要讲得出来，你不能说我现在都不说，将来我才说，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了。其实我将来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不要，是因为他将来真的到了西方以后，什么都可以有了啦。那可是你忘记，你现在叫他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了，怀疑他要是曲解错了，他到得了到不了西方，你怎么没有考虑？他为什么会曲解错？因为他没有旁边其他的声音佐助啊。虽然我现在是依据阿弥陀佛想要去西方了，可是有疑问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教理可以佐助我，知道该放下什么。所以为什么古德留下来这么多文字有这么重要呢？你没有前人的修行中的所有一些行为跟智慧流露中的一笔一笔一行这样写下来，你看经文你都不知道怎么样起行啊。所以你不能说我只要什么给你一行给你一法，那是叫做应机施教，因材施教，是如是的。但是你的道理要摆在这边的，随时要跟别人有疑问的时候，可以什么能破疑呀、解惑。你要是说只有这个的话，就是宗门讲的，为什么只有如是，一定不知才不说。古德讲，为什么像老庄为什么写到最后，他只知道清净无为，他却到没有办法，他就后面没有说到一心能入一切红尘中的。他知道正体智，但他还没有讲到他如何能够道家慈航回入娑婆的，为什么没说？所以古德判毕竟不知，所以无说。所以说他的言教就到此而已。讲到无为中的正体中的清净，老庄讲的透彻。所以他讲到，所以在一切逆境之中，那心中还在逆境之中，能处在自在的感觉。可是菩萨就不一样了，你真正证如是智的时候，你不是说处在种种众生逆境的时候，你一定要现自在才是自在。他还可以什么？他还可以像镜子一样随黑现黑啊，所以才有常提菩萨，为众生掉泪都是自在，你知道吗？因为他是称性流露，他能够深入一切众生苦啊，因为他能够深入一切众生苦。觉明心地就是如此，就好像镜子随黑现黑，深入一切缘起，尽性如是。如是若不是如此的话，就不叫尽性。所以他就能够在什么？他就能够在一切净色前面都能够发现什么？尽性的光明。所以这里面就好像有什么？就有交替相。因为众生本来在这苦难故，因为觉性啊，菩萨的觉性啊，心中的慈悲的这种感受大故，众生都在苦难时，但要一见到菩萨，他会忘记苦难，他全部的众生心中都是菩萨的庄严。菩萨因为慈悲心故，所以他看到众生时，菩萨心中全印的都是众生的苦难，所以就感觉好像在业感交替、交换。你要是真捉的业感，真有如是业感，那交换干嘛？你不知道这都是觉性中的不可思议吗？因为菩萨的决心不可思议故，众生看到他时已然忘记现在所受的痛苦，全部心体全都是变成什么菩萨的庄严。这个人若是有善根，或是他真的见到法身菩萨，他光这一念之中就变成他将来生生世世的所有的一切智慧种子，生生世世行持的种子，他就变成他的种智了，他完全脱胎换骨。你有办法为众生种下这一个种子吗？就好像众生看到大山大水一样，他忘记了苦难。但山水是无情物，它是不同菩萨。那菩萨也是如同镜子一般的，所以现在现前的众生苦难时候，镜子全然知啊。所以镜子知时，向菩萨掉泪。那又为什么一定要现出那种好像家里面有人怎么样了，或者是旁边有人怎么样，他很快乐自在，不见得一定要现这种相吗？自在的定义，不见得是一定用种种相来表达。但不懂这种交换啊，一天到晚忘说啊，我可以帮你交换你的业到我这边，
你要是这么妄说，那释迦牟尼佛最不慈悲了，对不对？我一大堆东西他都没给我换走呢，对不对？那换走就好了嘛，我也不用那么痛苦了，对不对？能够这样的交换吗？他都跟阿难讲啊。修行其实依什么人他能够成就的吗？但是虽然是如此，但你要相信觉性之中它就是有这种不成就可，这种不可思议。它只是觉性之中，它能倒映众生心水，都是什么菩萨的光明。菩萨在光明之中也能够什么遍照一切众生苦难，这叫交换啊，这才是真交换。你能发起如是大心，将来啊你所在之处你都能够什么，你都能够度一切众生业障，就是移开众生的一切业障，让他看到什么，就你心中的光明。这个叫大愿成就，这真是到了法身以上的。那法身的意思就是念念之间愿力成就能发生，所以抉择邪正，所以你要在暧昧歪曲是邪，什么是正？一理中和，一理道理的理，一理中和叫做正。一理是什么意思？一理者，法之本体也。刚讲的空无都要讲到一。一理是法之本体，他入一切法时，他为什么能够称量一切法？因为他绝对不被一切法所有的一法所限量。这种不被一切法所限量而处处能现，那才是真一。假如你在一中起对待说一的，那都不是真一。那个一中他能够骗起一切二，从我这边立一以后，处处立二，他跟我就有别了；从我立个我以后，就有他了，我他就成别了，那都叫二。说一时已然成二，那根本不叫真一。真一是什么？从来无二，是真一。那是一切法的根本，那是你大觉的根本的性体，那是行者最初起关门的时候念念辉光返照的属门。那个念想，你不知道这个一的时候，你怎么回光？所以一理者，法之本体。法你不要讲，一讲到法，那就不是大觉。法中大觉现前就叫做法，所以一切法中就是大觉。所以，但是现在是在讲到大觉现前处叫做法，它是本体，它根本就是一，叫一理法之本体。中和呢，不偏不背，中者不偏，和者不背，背就是一个心，一个。背，那个背，啊，一个心，也就是像那个，换作一个那个食物的食啊，那个素心嘛，换作食物的食，就好像那个饽饽，对吧？吃那个，对吧？那个叫做什么？这个要到那个金兆尹啊，吃那个什么什么饽饽啊？你看，我现在一看到这个字，就想到吃了那个业障，金兆尹那里面啊，就那个什么饽饽。就像小包子一样，那个小馒头了，饽饽，就这个背，背就是逆，跟他不逆，逆转的逆，违逆的逆，叛逆的逆，不逆。因为它是一物，所以处处虽然显出的是差别，就像镜子随便显的是黑是白，那叫差别，但什么？它不偏，为什么？因为本性是不失故。性就是什么义理的根本正性，不失故。虽然现的是差别相，可从来不偏。法中要既然讲到不偏，就要它有现用啊。你不能说它根本不能现黑现白，那我说它不偏，那怎么叫不偏呢？因为它能现黑现白，但它从来不堕在黑白之中，你才能敢说它不偏。为什么不堕？因为你知道义理。因为什么不逆？它随黑时就能够如实现黑。随白时就如实现白，他根本就不逆，不必违逆。不然现黑的时候就说我不能现黑，我不要现黑，我不要看黑。现白的时候我不照你，我就不照你，我打死不照你，对吧？那叫做现嘛。你打死不照你已经受他的势力了。镜子若是要是这样的想，都不叫镜子了。镜子随缘现白的时候他就照白，镜子现黑的时候他就现黑，不逆，不违逆，他也不什么，也不堕，叫做不偏。不背叫做那为什么他能够如实呢？因为他真正知道义理，这里面才叫做真正在这个念头上面，你都是这样子观，在每个念头起处，你随喜怒哀乐行者已经要担当了，你要明明白白看着你心中的变化，这就是佛门在阿含中常讲的坐树下
静坐观心，心中的所有一切起止动作你要清楚嘛。这个清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观心不备嘛，不偏嘛。那观心呢，阿含都已经告诉你观什么，观你这么一个起心动念。因为你能这样子观，你会发现久而久之你观的是念，但是你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长养的是觉心。只是在阿含之中还没找到这个觉，只是找到根本清净心。就是我常讲，你在净色变化当下，你要是能担当一切变化，你眼睛看的是变化，可你却住的是净心的清净。所以清净是没有地方可以找的，你当下包容处才就是净体的清明处，净色的包容处就是当下净体的清明处。所以你要刻意去找个净体清明，找不到的。所以全部净色就是净体的清明，净色不离；全部净止的清明就是净色现前的变化，净体不离，无一处可离。我说你真正找到净止了。这个人无一处可离时，净色不昧，净色不昧，净体大明。但是我讲的这句话呢，千万不要以为是二，我就在这一点上说的，根本就在这一个作用上说的。那你说讲到这个干什么？我就是叫你分析，你才能做观嘛。假如我现在是自然讲到这种道理，你都不能分析哦。我跟你讲，我现在能分析这个都还没开悟，你不能分析，那你跟我的步伐还差得好远，对吧？那你将来你就不要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来接你，对吧？你念阿弥陀佛，心中都不明佛了，怎么来接你？你连什么都不能分析，就叫做迷惑。那你看到那个像，你怎么肯定他就是阿弥陀佛？用你现在的好药习物，要现一个庄严像，就是阿弥陀佛了。那个弥陀佛现前的时候，根本跟你的心中是毫无关系。他不是你看到像中就能启发你心中的气氛，而是你看到像时，但是毫无关系。他不过只是他的工作就是来接你。那可能就是我。突然你被他接走以后。没接以前都以为圣景现前，突然接走以后，突然变成，对吧？种种莲华变成铁莲华，这不是我说的，这我说的话你就说我乱说，这是很多金忏那个忏文里面有，好像在收录在哪里，梁皇宝忏就有变铁莲华，对吧？诸佛圣经马上就变成什么牛头马面。那你看到那个又是老爷。又是我们风师傅的挚友老严，我说风师傅的挚友，不是说他一定去老严那边，是说老严跟他是好朋友，表示他不去，对吧？所以我现在都在拍风师傅的马屁，是吧？能帮我疏通一下，也让我别不要去，对吧？那只有看到相时，他真正启发心的，见相能够明心的，那是实相。真正心中是如实，它就如实相，如实相就是如实心，它是实相。所以最初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最初你在抉择的时候，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你真正这样子叫做什么？叫做抉择邪正。你才是真正在这边做抉择邪正。你要明明白白这样子的叫做抉择邪正，你从此以后，这种抉择是在哪里说抉择的？这种抉择我才肯定这个行者已经是什么？已经在心中虽然未证，但是于如是一体之理已经什么？已经诚恳相信了，内心之中明信于心，明就是一个经一个明，明信于心。这种发心才叫做真正什么？真正明心于心，所以这叫做顺理。这样子，你真的能够抉择邪正当下，我就可以判定你顺不顺理，你是不是真的就把这个一体的道理真正是铭记在心了，明心于心了。你要是根本不是跟他相应，根本不是真正如实相信的，你根本不可能抉择邪正的。你如何在每个念头起初，你如何抉择邪正？抉择行正不是在你现在的所有起的每一个动念里面你不抉择，却在你所起的每一个动念之后，在末梢以后，你在随着种种妄想在里面说正说好说坏说对说错，那个叫做暧昧了，那个是往下堕了，那都是末梢。
刚开始往下剁的时候，上面短一点，下面长一点，将来往下的意思剁到最后是上面长了，下面短了，就变成墨了，对吧？中国字多好啊，对吧？上面长，下面短，就是墨了，就往下，已经到了下的尽头了，啊，就是下面的尽头了。所以，就光在这个上面，就是你可以看到抉择时就是入理的时候，就是因为入理，所以你才能够真正是顺理的时候。真正顺理的时候，就是念念之间，你才能够起什么？你才能够起导归想，才有导归的作用。所以，你要是真正知道道理的时候，那个道理就能导归。所以，《华严经》导归极乐，所以它还有一种讲法：你要知道道理，你念那个佛名，才能够导归你入极乐。所以，佛名。最初是主，他能够起种种道理，所以佛名能导归一切理。到这道理要明白时，他能够更能够圆具一切佛名，所以佛那个道理又能够什么导归于佛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华严经》导归极乐啊，从此以后不用读经了。你看，所有大经都导归极乐，如是说人呢、啊，是根本不通心法人。那你说你要懂得心法，在你讲的说你能够读《华严经》导归极乐，你也不会觉得复杂，因为你知道原来入实入就是入理，就是顺理，顺理说就是入实。所以当你真正通达一切道理时，所以随你去参任何法门，哪怕你是念佛，哪怕你是持咒，哪怕你是参话头，都是什么？都是入真方便。入真是行门啊，话头什么都当下是行门，虽然它是主。但它也是住啊，所以叫顺理入真。这里面要清清楚楚，所以才会。这句话里面最重要就在这个抉择上面。所以刚刚讲到正邪干什么，都是让你分辨什么叫抉择。你真正都能在这边这样奇观了，干什么都能够奇观了，是暧昧歪曲还是义理中合，都能在这边不断的熏习了，叫做抉择。就这个抉择心是加行智，你根本没有抉择，人家哪说加行？加行不是别人说来我摸你一下头，加行一下，加倍一下，念珠拿来我帮你揉一揉，搓一搓，对吧？加倍一下，回去念佛的时候，大概都可以闻到我手中的汗味，对吧？你能够感觉到阿弥陀佛的庄严，我不相信，对吧？我刚刚不小心，要是去吃那个什么冰激凌，还没有洗手，回去你要是真的，你还是不但是闻，你要舔的话，还有甜味。那种加倍啊，是委屈相，这种加行才是真正智慧。真知这种加行呢、啊，你会发现在这种加行里面，一切万物、一切万法、世间所有一切，它都有加倍的意思。见山，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山的势力，它能够庄严行者的心；见水，水的所有的形象，它能够激励于行者。看到一个圣像，它都能够启发一个行者，处处都感觉到加倍的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这个加倍绝对不是委屈相，所以他处处才能够感觉到什么？就真正的法轮在转，在转这个法轮。所以这个三智也其实就讲的如三法轮，它就能够起这个三种法轮在转，整个三个法轮合在一起。你看那个，尤其是在显中很难看到，在有些地方他就画三个法轮合在一起，这三个法轮在一起才叫一轮。还是一个轮，还是一个法轮。所以在这里才叫做加行，它不是那种加倍是加行的。你要在那种加倍里面，你在某一些地方你就感受不到加倍，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心中匮乏；有的地方你才感觉到突然一些激愤或者是一些激励，你才感觉到一些举动。这种激励这种东西都叫做邪魔邪取，就委屈相。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是迫于无奈，因为我们从来不这样讲。但是有的人居士来很诚恳，师傅，你帮我加持一下。我很不好意思说骂他说这样没有用，干什么，对不对？因为他有这种心嘛，我总是希望说在帮他碰过这些物品以后，因为有这种诚心，
就希望有一天弟子的心如同大山，只要我碰过的这种东西回到他手上，都会有这种气氛的传达，我就把我当成一个能传达气氛的人，就像上次讲助念的那个意思是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这样如实传达，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说那是真的，我有这种能力啊，我只是我现在在发挥一个传达的心，希望能够成就传达的心。然后你自己望，希望来什么东西都要加持，对吧？在外面说，你看我虽然看到很多网站呢，他都不会写说这个法师或这个活佛自己说了，都旁边在帮他说，可他默许啊，你帮我说。就好像持金钱戒一样，默许啊，一个近人帮忙收，我不收钱的，你不收吗？这个人走过去，他会讲，别别，你放在隔壁啊，隔壁帮忙收。这个人我不会讲这些怪力乱神啊，旁边的这个徒弟讲怎么，哎，上师加持如何如何干什么啦？所以大家都来加持，他就加完了，要49岁还是50岁，我就还怕他，因为太多人，会不会有50阶？好累，我是不可以了。我要上去的话，我52岁一定有50阶，太累了。是，那是默许啊。现在有很多人也是默许啊。上人是自己门关起门来，你要是徒弟这样叫算了。徒弟在网络上面上人，你就要讲话了。你哪有对大众宣传的时候，你没事在那边写上人呢？你只能最多客气一点叫家师。家师不要写错，就是家庭的家，师长的师。不要写错了，对。你只能写对吧？家师问你在对着大众们。传播媒体什么上人，这就是不懂礼貌，你没事叫上人，比如有的人在家里面叫自己的父母说老佛爷，是吧？叫老佛爷，出去外面跟他说老佛爷说，对吗？老佛爷说，人家你不是真的就是你把你是以为你在尊重你父母吗？你就真是把你父母拿出去被人家骂。不懂吗？家里面可以讲说，哎呀，这个老祖宗啊，老佛爷啊，对不对？你到外面讲老祖宗说，人家不给你一顿暴打，老祖宗，对不对？就这样子，这叫做羞辱师长，这就不当的一些言辞，你以为是礼貌，反正过度的言辞就是羞辱师长，没事还是玄奘己来推第一人，对吧？我看这一句话就撞在那里了，阿弥陀佛。不然，他祖师的名字开玩笑，对吧？这个是胡说，这都是胡说。这种真正明白暧昧邪曲，真正去观义理中和，每个念头之中都能在这边如实观察，就叫做抉择心。这个抉择明白明辨时，就是加行智。所以今天啊，讲的废话可能多一点啊，但是废话里面，我希望说能够让你们体会一些啊。因为看那个来听经的，有的来，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或许认为来听听，因为我讲的不是很好，或许认为听也无所谓，不听也无所谓，对人没多大帮助。但是别人也就算了，要是常随的这些菩萨，我劝你们啊，有的时候听经啊，上课只表达你的发心，开始真正发心而已，你没有那个发心啊。你根本不通什么道理，不通道理也不知道什么叫一体，不起一体智也就不会有如分三智，你看不到种智也分不到三智，看不到心中的愿力，你这一生中也看不到一切智慧的成就。然后一生之后都说学佛，学佛到最后，可能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让自己的子孙看到我们时，都会觉得说他不知道在将来学佛是要干什么。那我们这样的学佛，都叫做过失。都有过失，因为佛教的觉，你应该可以留下种种的气氛来过什么福荫子孙。同样是觉，你不能在这个觉中变成什么子孙的疑闷，他躲在疑闷中怀疑，要修行干什么？所以在修行出一些更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什么越觉得好像家里面有人学佛了，那个真的佛学佛那个行为，好像真的是让大家都受不了。那都
都是什么？那都是不当学佛啊，不当学佛，不正当的学佛，他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不当学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发什么心，你一定都是什么无明，不是属于无明，就是属于，就是属于那种依赖心，然后就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心中啊，就在无明中或依赖之中不断的这种造作。无明之中是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有时候行为会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依赖是什么？不敢做什么，所以行为之中你会看见很多很多限制，甚至在家居家生活还限制，还会怕别人来坏了你，那种恐惧，这都是不当发心。因为不当发心，在学佛都没有意义。所以我想说，听经还是要多听啊，还是要多听。我没说我讲的好，但是说大家可以这样研究啊，可以多听。不然的话，说实在，现在叫你们来讲，你们讲的就是我讲的，常常讲，就是最近才讲的，常常用的这几一句话，最近讲的，常常用的这句话叫做“众生之见”。我以前还很少讲这句话，最近我常讲，因为我慢慢比较能够去体会一些众生之见是在哪里。那学佛人应该是同样的，在这个法上，众生之见是怎么看？学佛人的角度应该在哪里？最近我是在这样猜，所以也体会一些众生之间，他就是在那同样的一点，他居然理解就错误，因为发心错误，理解错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